哥，今天和我叔叔一起来山上放羊，这个羊已经生小羊崽了，羊崽放在家里还走不动，过几天就把它放出来。把这个砍一下，这个羊好上去。把山羊放在这里。山上柴很多，给奶奶搞点干柴回去烧。奶奶不能检查了，老了。我在山上今天跟叔叔来放羊，顺便给她搞点这个干柴回去给奶奶烧。我们先回去了，拿了几个橙子先送给叔叔去吃。到家了，给奶奶捡了这一点柴，一回煮了点柴饭了。喜欢如哥的视频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